一种朋友说的贵阳菜汤牛奶姑娘们抬着杯路上让路个山个干个农过去个车诶一种朋友说的没叫过可下场不了叫农得有路好叫棒了呢过不不被丢了诶不不丢了不知讲样路了啊一种朋友说话了对农了得要到地黄金得怎么了有没有还让那个啥事啊一种朋友没说得叫啊讲个农歌就个是靠山当宝的喏，弄得农业地叫农还种老地喏，我弄得农路好棒哦，在农业路好叫棒喏农阿哥哥一种朋友说了天伦都路地址上了天不要到底农阿别上那么你家朋友，古多人，古多地呢？啊，让那个啥，跟那个农哥如果是古家子道路哈？啊，我做你哥如果是跟农哥如果是古多人古子道路嘞哈？ไม่ปวดน้องจันทร์น้องกูไม่ได้ไม่เชื่อปวดมาจันทร์น้องเลยไม่ได้เชื่อน้องตาเตยลูกเดี๋ยวก็น้องเตยังกันจ้า我讲个农歌如何热播，没播可惜呢。南路的，我讲个农歌如何热喽。说了就说哦，说了就说，侬个讲个侬个一种朋友，
样可能过去或者没说太久晒哦。要弄那点车一路好照办咯。我讲个侬过去或者交朋友，总朋友说了，我讲个侬过去个时候，我讲个侬还娘的，还从侬诶，我台里侬做咪晒哦，诶，要侬跟我说好的，我专门台做一卡都做咪晒哦。总朋友说了，咪说了叫我啊。你不说那德国门台好久没晒哈哦，一种朋友。对，英国的好久到楼了，阿贝侬喏。刚刚刚弄过去过去哦，没晒，还弄弄个啥哩喏？阿哩么姜么弄哩喏了么？被牛弄了，就导致你这个姜子炎姜好，你何如何说嘞？我弄了这半箱半桶豆豆汤了，吃早弄哎，早弄还是豆豆是哦。叫侬哥哥在山上头好找帮侬喽。唐子美丽侬啊，唐子美丽侬哎，侬哎。我比那带个专门台子专门晒哦，一种朋友。Thank you.